台湾媒体报道，周杰伦昨正好届满出道20周年，当天他在社交平台晒出自拍照纪念，同时写下目前暂时找不到对手，所以哥继续 chill 一下，一番言论引发外界热议。面对有网友开玩笑骄兵必败，他本人也亲自留言回应了。为了欢庆出道20周年，周杰伦除了发文感谢歌迷一路以来的支持，他也不忘松口新专辑进度。其实歌友的 MV 都拍好了，只是在等其他首歌，别急。而他接着透露，最近又开始重复温习创作过的老歌，笑说就算拿到现在来听，还是会觉得一样佩服自己，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对手，所以哥继续 chill 一下。不过面对有网友开玩笑骄兵必败，周杰伦亲自在底下留言回应，我不是兵，谢谢，最后还附上一个笑哭的表情符号，用幽默方式做出回应。台湾媒体报道，周杰伦昨正好届满出道20周年，当天他在社交平台晒出自拍照纪念，同时写下目前暂时找不到对手，所以哥继续 chill 一下，一番言论引发外界热议。面对有网友开玩笑骄兵必败，他本人也亲自留言回应了。为了欢庆出道20周年，周杰伦除了发文感谢歌迷一路以来的支持，他也不忘松口新专辑进度。其实歌友的 MV 都拍好了，只是在等其他首歌，别急。而他接着透露，最近又开始重复温习创作过的老歌，笑说就算拿到现在来听，还是会觉得一样佩服自己，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对手，所以歌继续 chill 一下。不过面对有网友开玩笑骄兵必败，周杰伦亲自在底下留言回应，我不是兵，谢谢，最后还附上一个笑哭的表情符号，用幽默方式做出回应。